9月6日，歌手林宥嘉动力火车 Olivia 为《爱在一起》慈善演唱会进行宣传。林宥嘉全新发型十分惹人关注，颇有成熟大气之风。近来内地选秀节目打得火热，萧敬腾、杨宗纬等台湾歌手也纷纷受邀前往内地淘金。同为选秀节目出身的林宥嘉被问及昔日对手纷纷担任节目导师，自己是否也想分一杯羹，他就表示：“我不会教人呢，所以不要找我。”那有找过吗？没有。自己会想吗？还是说自己有什么专长可以觉得可以教的？没有什么可以教人家的。爱在一起将于11月8日起连续举行3天，演唱会部分门票将会捐赠给公益团体，因此三组歌手积极呼吁歌迷们前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